那不含金龙吗？哎，再把先锋互动了，再把加一个吧。打完了，不相位好。准备的。哇，这个 Q 放得好！将战锤砸下。打螃蟹，我带香味。Double kill。我的腰上是枪都插起来了。一步错，步步皆错。正在充电。进行抵抗了。这是进步的力量。OK， 好的 ，OK。这个塔像不是发的，我的，完了，我这个炮空了，不会死，会炸了。哎呀，我这个炮，感觉该我先扛了，对，主要是我这个炮没打到他。哎，我这个炮，这我随便越的，完了，他五级了。亚里扛确实应该干亚里扛，对，我先挂个点燃，你再输出就好了。没事没事，慢慢打。他们已成历史。我这样想，哇，他升级了。我一直炸了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这没人被抓，肯定要炸。没事，撑住啊！没带攻速，没带攻速，难打。打了一区撞一。放眼未来，难打，现在好难打。没事，哇，我感觉你还。你这都压制下次等级可以升猛的，不刀是吧？我反正还挺多的，猛的呀，可以升。我六分钟才拖106，我也是够抽象。
等我个十五秒呗。等你等你等你，等你直接上了，直接上算了。能上吗？直接上吧，也可以。他这波很，他这波再等死。他想换我，快点杀！你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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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给你。OK， 他没。干嘛？你等一下。来吗，龙哥？我点的。我没 Q， 我没 Q。啊，浩然清线了。我看他守不守塔了。正在充电。他有大哦。OK OK。打不死。去线啊！他怎么在塔下发呆呀、啊？大炮，你组装。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牛。哇、哦！没看到他出了个快表，我以为这里没有眼的，难打。我操！我的 AD 被打傻了。没事，这把应该是。哎，下路又炸了。阵容。做眼泪，反正眼泪在六七分钟前做出来都可以做。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哎，为了 Peter Wolf， 怎么说？他往哪走？他往哪走？哎，能吗？没办法了，被 Q 下。往我这里走。好走，好走。我操，我还没死啊！没事没事，可以了。这波很关键。哇！他这还要 Q 的挺好。瞎子上我，瞎子有大吗？天神，嗯，瞎子有大的，瞎子不在旁边啊，瞎子，他好像没瞎子，能刷他了，回村了，瞎子在旁边，回家整个清死了，直接踢吗？我想开那个，我直接踢，我直接踢。他瞎子不在啊，我也到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看锤时间，他交闪杀不死他，还是他们来了，塞拉斯也来了，可以来，可以来，打吗？打打打，来，可以，我有点人，杀瞎子可以，瞎子打吧。那他狙击到了，炸死吧，炸死吧，炸死吧！哇，他是闪现，我抽象，你那上去打他就行了，他敢过来，我直接把他杀了。重物起飞了，我觉得还行。你先打着，你先打着，我看他要不要过来。正在充电，真想过来，他没闪呢。OK， 打他。他要杀我，他要杀我。你杀吧。是时候 shut down。
停赛季出装还不知道，到时候再看一下。我死了。不要雷了，这波不该他呢，还杀死。打拉夫就带相位躲到 Q 吧。新赛季好像是12号左右，11号就开启了吗？就是你10号结束，11号就开启了吗？这么快？对，就一天啊。嗯。他发那个公告了，就更新一天而已啊。大炮，你主这边这把就有一个下路。我将照亮前进的路，永别。Shut down。苍穹之月。我俩的发育还挺好的，最高的挺多。强力一击。绝对不要回头。这把只能看我们上路。我来，这是进步的力量。他们已成历史。牛。为啥？为啥龙哥？来一把！铺平道路。速度骤升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。防御塔渡层即将破裂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还行吧，不算你是不？可以接受。放眼未来，我连吃两座塔。嗯。杰斯玩不腻啊，杰斯可玩性挺高的。把他们 AD 杀了，直接匹配。哦，帅啊！900。我操，他怎么觉得能打得过我啊？是不是？感觉好像没必要开秒表。那感觉拿下了。这 AD 拿下了，这给他拿下，那真拿下了。我没 AD 等级没落下来。嗯，加油。变形完毕，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冲击波，苍穹之月，加油往前，无所畏惧。他没大的龙哥。有大吗？有大吗？哦，应该能炸死一个，看你了，应该不会被打断吧？被打断了吗？应该被打断了吧？我被情感完全占领。哦，他精神好啊。他没离没闪。把这波提了，我听你说他没到，我直接想上去直接把这一定 all in 了，但是他闪现拉开了。我要照亮前进的路。
组装，绝对不要回头。他要过来，看一下。难道还真的过来？我前面感觉他不会过来了。完毕，铺平道路。14秒，直接秒击。已组装，我们的未来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哎，我可以，我急，等我一下，我走，那我先走吧。嗯，他们辅助走了。OK， 等我先走。好，休息一下，然后停下。AD 没闪了 ，AD 没闪了。漫天飞雨，先冲吧。小龙，大手，哇哇，这个盾啊！你们打龙吧，我们打龙吧。我先把塔拆了，过去打。大招出来了，快点打！我去管了。上面有个桶。哎呦，感觉我掉这个 KO。再往上走一下，刚好走到他兵营上去了。一般都是 QE 啊，反正都是 QE。玩家都是给 QE 吧，用刀就算了。其实也可以修容刀，不知道出什么，给他准备一只风刃。出什么都乱的。哎，出什么都行啊，好难受。打完这把休息。感觉不会被大龙吧？没事，他们没状态的，大不了，大不动了呀，全是魔抗的。去看一下，应该没打。还是被他们打掉了。雷帝，哎，他雷帝闪现太关键了。继续 A 一下就打掉。哎，我有秒表没用吗？我去，我刚才买了表吗？
我猜是我刚才买了标，那这不龙有了。右表能再撑一回的，还没地没撑。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这哪什么的，还没地没撑。巨蛋，绝对不要命。稍微压手就行了，我巨蛋。有从有这个大眼睛守塔，应该还能守一下吧。带一下，我带一下。这是人啊，这虎牙金龙。不能背一波，不能背一波。你们两个不能死。拿鬼掉掉掉。你清掉那个吗？我没拿。这不一下子就没了，这影响不住吗？完了，回不去了。哎，他守住就行，他守住就行，两边都是只剩个。哎，那我们一波了，我有大龙哥，开始提升的还，一波不了，一波不了，能吗？回家，我有 TP， 怎么说？好像不太行。去跟，算了吧，那小龙吧，太多那个了，我已经大部分他们。一组装。有没有机会啊？没机会多，他没力复活了，打条龙吧，然后下波打团去。正在充电，我给你去偷吧，我们大招打断他们。他给我们辅助了，就冲了。哎呀，你阿闪呀，哥们！等他们偷家，我觉得算了吧，我觉得走了，先把上路视野做好吧。我刚才看到好像有个人好像说要偷家一样。不要开了，你不要开。哇！我放个大吧，打个放。放他死之前 Q 出来了。将照亮前进的路。
哎，我偷吧，等他们龙刷完了，他别去那里啊！我跟他去放，哇，他单杀了，他单杀了，那我们先开龙吧。我感觉直接去吧，直接去真可以吗？开龙的话，听你的，听你的，我感觉直接去也行，开龙也行。你直接去打团吧，真的，应该也去，他们没 AD 真的一头大便，我操！我想的是打龙，然后我偷家。打不了，被抢了，快了。他们能撑个十几秒的，真应该打龙了，我觉得。我打呗。打龙吧，他们能撑的。你能来吗？能来。这咋打的？骗了我操！可惜。应该打龙的这波，哎，我也不该输，因为这波我想的是打龙，然后我 TP 去那里偷了，还行 ，AD 把这个人杀了 ，AD 杀了一个，他们没眼，哎，打断一下，有点难猜啊，但是你能猜吗？瞎子回来了，瞎子就 AD 回去了，你要走就 AD 回去，一个人。那他瞎子啊，他们两个啊，快呀！他们这边应该打得过，没事，他们这边全杀了，我有 TP， 你们就先开龙或者一波也行，感觉。开龙吧。开龙吗？他妈玩这么刺激！漫天飞雨！我打呀！我操，一波了呀，龙哥！一波不了，还是得开龙。他的塞拉斯出来了，还是要开龙。先把龙打了吧，过去太晚了。哎，杀个人！不行，收到了。三条龙吧，三龙。我们现在AD完血了。可以杀他吗？哎。他没踢，这不给机会，完了没套到，漫天飞雨。这个站起来了。先 A 上面那个，等 A 掉嘛。这大爷一直在玩单机。他怎么不过来啊？过来感觉他回家了，他刚回家了，他不该回家的。对啊，我就是他刚刚直接跟我们来，我感觉我就换个大的打完了。是自己又去干嘛？
迷了，龙哥。哎呀！战锤时间，绝对不要停！变形完毕。铺平道路，我的巨人来抢救我一份。地平完毕，感受雷霆吧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我把一击送了，不能吧？快跑，哥们，我求你了，真跑吧。Shut down。AD 在和我 ，AD 不在，我们那边的打赢，这边打不赢，全是魔抗。AD 不能死。他们魔抗很多，没地方死。看我们三个了，是吗？正在充电。没办法。哇，这闪现 Q 了。打不过 AD 了，看看。哇，难打这个话，太难打了。我操，好难顶啊！